未穿越呢个彩虹火箭队嘅巢穴啦。好，呢度我哋唔特别睇啦。佢就话要收集二色纯晶，然之后咧我哋就要进入呢个地方啦。四虎 ，OK， 立即运行发射成功啦！对方隐藏大门已经打开，接下来就系你嘅表现啦。呢度嘅事情结束，我都要翻基地啦。成功啊，多谢帮忙啊，等交俾我哋处理啦，去做个了结啦，请尽快穿越啦，走啦。好，嚟啦，彩虹火箭队啊 ，UB 嘅 UB 零一啊 ，UB 零一嘅虚五伊特，虚五伊特我哋直接用。虚五伊特系咩属性？超能力啊？唔知啊，呢个地方都系李御龙玩晒啦。正范应该 OK 啦。啊，正范啦 ，OK 得。嚟，发现入侵嘢，等我收拾你啦，唔好冲动啊，陷阱嚟噶。试下我哋特登准备嘅机关啊，海机关，保护提前准备好啊，强行将我哋拆散咗。好，冇咩特别啊，呢啲卒仔嘅嘢我哋唔特别睇啦。哇，一条筋，其实可以偷鸡龙背一下 ，OK。除非佢全部都一血筋啦，或者只系可以开系咁开龙宝，除非佢又有一血筋啦。如果唔系，我系可以一下打死佢。咬碎，啊冇啦，准备秒，单标，得 ，OK， 讲咩啊？不同嘅道路，但系方向相同啊，最后一定会到达咧佢哋首领聚集嘅地方。快啲行动啦！即系我哋依家已经分散咗行动啦，准备要上去上面继续搏嘅前进啊！有太阳，翻个拉，哇！黐线个搏击，冇晒血即刻，好似用紧系广告位紧，李御龙踩影咁打埋啦，李御龙啦，龙宝啦，再来一次红明。咬碎，应该就唔会好难打嘅，我相信。但我哋已经咁快有一只精灵识死咗啦。我惊异常状态呢个唔够，其实都会唔会唔够嘅呢个垃圾射击。I don't have me 啊 ，ICK， 你好啊 ICK， 因为你唔喺度嘛。黑木刀 ，no， 俾人扫咗场。通力，哇！飞暴，啊 ，OK， 就快输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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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加油，真系就快输啊，唔系讲笑，方场，呢架啦。输啦要，要输啦大我啦，应该用钢叫好啲啊 ！Oh my god， 好似要输咗真系，哇好多，真系输，真系输喺度，好，即刻降低佢哋嘅亲密度先。啊，红毛草呢属于中药成分嘅嘢咧，佢哋一食咧就会即刻唔开心。掹翻个广告围巾出嚟，转做曼格拉石，呢只都系啦，呢只我哋直接换做正范啦 ，OK 得，经典流，经典流，好啦，滚水，咬住，烧伤啦，龙火继续，加速折返再龙火，乜大爆炸？翻个拉咩嘅咬碎，咬碎，飞得冇换重啊！我李御龙又死咗，嚟又滚水，真系唔惊。呢只可能唔死就弹跳。啱佢，啱个火，咁就 OK 啦，咪可以秒晒啦对面。
平牛，难跳呢只，好搞掂，轻轻松松啊，真系轻轻松松。好，睇下呢有啲咩特别啊？哇，早有个六个格仔嘅，哇，冰属，诶，呢个银河团嚟噶，系嘛？唔系呢个叫咩啊？等离子团，啊，等离子团嘅，好威吓我，但系可惜我用自信过剩，即刻攞翻嗰个威吓。呢度我哋换借翻阿拉住，系麻痹。呢架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，地震。原虫，地龙，坦克步。黐线，呢个系咪可以唔使打？唔系一定要打，好似。咦，唔系可以唔使打？正常就可以唔使打。弹跳。龙武 ，mega 进化，剑武，铁头，龙武都冇乜，龙武都冇晒 PP， 到呢、這个，佢哋咁多劈斩司令嘅，好烦个劈斩司令，十一血真系死咗啦，尊重。咩架地震？唉，威吓！近身拳击，李御龙翻瀑布，好、oh, no ，龙头地鼠地震，嗯，地震，黄超龙，马骝拉啊，好似死咗啊，地狱突刺 ，oh no， 系咪会输啊？好似会输咁样。反射壁，光墙，火锅，灵魂冲击，中 ，OK， 哎呀，冇动弹不得，大镬啦！一百你打八十五你啊，应该赢嘅，冰柱，点啊？哇，争啲输咯，争啲输。司令，系斩司令，呢度一定要打，系一定要打，又嚟，索尔加里欧，班格拉，贝格尖攻，冇中，全中，李鱼龙，啊，唔够佢快啊，帕洛。十个人哇，水炮，轮枪，十个人哇，有机会死啊！呢度其实，佢点解冇格斗技啊？佢啲流赖咁古怪嘅，欺骗空间，咁好似冇得搞喎，弹跳先。哇！改翻个空间，改翻个空间喎，跟住打爆先咬佢。咦、欸？搞错啊！咁都攞翻个空间。烧伤？点解会烧伤？有咩含义呢个烧伤？多多兵中，去快啲，抢埋个天气。啊！冇中到，应该用降技啊！灵魂冲击，唯有呢度，呢度系为咗呢个机器马，嗰度咧俾咗活着嘅感觉啊！啊，呢一个首领啊，我都愿意喺呢度同你对决，一切都系为咗精灵解放嘅未来。呢、這个边位啊？邪恶势力威武，哇！超级巨化嘅。贝贝龙喎，超级巨系贝贝龙，我唔记得特性喎，玩完啦，已经输咗我得。佢啲咩技啊？超级巨嗰啲，应该系嗰啲极巨技啦，系嘛？佢唔会突然间嚟招冰光打我嚟啩？再转重啲，
呢度可能要输咧，其实一开头我觉得。龙武先啦，跟住班格拉，睇下佢用啲咩 ？mega 进化、乌泥炸弹、极光幕、哈姆布达呢只，跟住岩崩、打雷，一个打雷车落嚟死你，双岩崩，哇！修建老将，修建老将，吓死我真系。分地震啦，黐线又吸收拳，冇啦冇啦，已经输咗，系已经输咗。呢度要执一执位先得，系因为佢有个光墙喺度咧，争好远。光墙呢个冇屁用，咁啦。都是一下秒，班格拉咩个岩崩，暗影球，动弹不得，哇！贝贝龙都会动弹不得，呢度有笔啦，好明显。因为正常嚟讲，佢系唔会咁样动弹不得。守护啱谂就，跟住我呢度咧就可以用岩崩，呢度用攀瀑布。打緊鬼 ，OK， 共神犬呢度我哋就要換重，哎都冇咯，先死咗佢啦，啊唔係，我喺龍頭地需要有喎，留一留先，呢、這個攀瀑布打共神犬，吸收，佢仲有天氣喎，龍頭地需啦咁樣。收场之角，跟住有弹跳，有极光魔术，岩崩，哎，佢有个音速音速拳，争啲呕死我音速拳，打只波机先，收波，完啦完啦。啊磨槍喎喺度，或者真係有辦法咧，令精靈變成咁嘅存在定點？呢、這個鎖定器咧已經解鎖，呢個係你戰勝嘅成果，勝利嘅成果。OK， 青焰族大人呢、這個祭壇嘅儀式就快完成，一旦儀式開始進行，我哋就嚟咧終結大地嘅夢想不遠。啊哈哈！曾经一度咧想要放弃理想咧，估唔到咧会有再次实现嘅可能。今次我哋终于咧唔使互相制衡，要靠你一臂之力咧完成始源之海嘅统治。当然啦，我哋唔会犯上次嘅错。至今仲有更多帮手，啲入侵者点啊？成功俾我哋引入到陷阱区域，一时半刻咧唔会出到嚟。最麻烦目标就系嗰个救援训练师，一次一次咁破坏我哋计划。不得不承认咧，确实几厉害啊！剩下嘅人呢依靠我哋部下嘅数量都足以咧阻拦一段时间啦。到此为止，点会可能咁快到嘅？我哋部署咗大量嘅部下噶，你哋意图太明显啦，所以大家争取到突破口咧，就等我咧赶过嚟啦。确实系明智嘅判决啦，但系靠你两个咧，点可以咧干扰到我哋精心嘅大计？等我哋嚟嘅唔止一个。哇！身为风雨地区冠军，点可以退缩喺啲孩子身后噶？流离市事件之后，你都唔系明白自己系咪错误，点解仲要加入啊？冇错啊！我实一度认为咧，终结大地嘅梦想咧，终究会失败，直到我哋通过彩虹火箭队开启救命之道，见识到啊，终结大地嘅平衡世界，同埋始源之海嘅世界。我哋明白当初嘅失败咧，来自于咧自身实力不足，只要有足够嘅力量，就好似板木一样，强大嘅传说精灵都可以一样咧操纵。而依家我哋获得咗咧奈克洛芝马强大力量，等你见识一下啦。好在唔使有见识嘅，唔知使唔使打我哋？可能要啩。光墙大，哇！啲大少少黐咗先，八个奶，共神犬，佢有机会打死我，因为有格斗技。不过是但啦，俾佢打死啦，冇所谓。
我识啊，佢都打唔死我。得，呢个唔识打。 好烦啊！你就每次都要咁样食药，虽然有啲人可能劲到唔使食药啦，系嘛？希腊水晶灯火灵光墙，多热，红豆地鼠地震，哇！特别礼物，应该都死嘅，我觉得，系啦，都死，呢只唔死啦，超级巨，系嘛？ 呢只好似超级巨嚟啊！睇个样，高温虫啊，红豆地鼠嘅地震，嗯，我唔使打呢个，咩人嚟啊？个应该都系嗰啲普通卒仔嚟嘅喎。 呵呵，哎呀，但系应该都打唔死我嘅，以佢打击面。但你知啊，呢啲技能绝对打唔死我啦。地震，急速折返，又急速折返，哇，用了猛攻。 嘢系啊，呢个唔使打啊嘛，好，直接俾个系咪？火焰追嚟啊！你系为咗手上嗰个锁定器先嚟啊嘛？锁定器赢咗就可以解除佢。之只封完地区，一接俾你挫败。如果有近距离，你一滴血刺，边个啊？今日冇直播睇啊，今日有直播睇。哇！就系飞龙天剑，88level已经，系咪差唔多100level啦？佢哋打打下就会变咗。 我哋冇嚟嘅，流星闪冲，哇！俾人秒咗，我哋嘅神兽俾人秒杀咗。佢有地，佢有天蝎王喎，哇！地狼啊，望，披炸呢只，跟住我哋开，金宝守护，诶唔错。 哇！佢好中意俾嘅，咁鬼重咩？佢招技，二色技嚟噶。我因为我冇睇清楚，双翼打只先，硬餐冇问题。唔知咩战火啊？见到嗰只同佢住先，喷火龙，超级巨喷火龙，岩崩先啦，之后再加黑布打呢只啦。 哎呀，OK 唔紧要，佢讲咗天气，咁我呢度要走啦。龙头地鼠冇夹我阿妈，呢度喷个布打，梅炭龟，守护剑谱，水炮呢只，打晒落左边啊！哇，好狗啊，大佬！ 水炮大只，之后咩嘅岩崩？诶 ，nice， 一下射爆咗岩崩，再岩崩，冇中到啊？有 ，OK， 你竟然冇中，龙头地鼠出嚟，完枪，双岩崩，双岩崩，再岩崩，再岩崩，嚟啦，真系！ 佢死到临走，仲要保护嘅，远岛复苏锁定器解除，真系唔明点解你会咁强实力，经过终于大地强化，依然唔系你嘅对手，系啦，大佬。哎呀，大镬，大镬啦！哎呀，唔换得重呢度，要重新打过啦，火焰变，死咯！ 一脱筋，送我翻去啊！要重新打过。
黐線，行翻冇中路啊嘛，中慢毒喺度，唔係佢中慢毒。其實呢係咪可以開龍？不如開龍寶，唔得，唔係好怪啊！但係點解一下打死我嘅？係咯，咁犀利佢咩啊咗？我有牆都打死我了，佢呢個反而會用保護喎。如果我用攀木步，即係點咧？佢呢個好奇怪嘅機制，因為佢隻化石飛龍一定打死我係鯉魚龍啊嘛。但係佢知道鯉魚龍用攀木步咧，佢就會守護，勁白痴。即係速度上嚟講，一定係佢快啲。水炮呢一隻，水炮呢一隻，攀木步打呢邊。哇！空氣斬死我，不是吧？咁樣咧，哇！超狗，會唔會狗得滯 ？Mega， 雙手。超痛大佬，我仲有隻救佢啊嘛，神通力就你啦，威脅大啲，逼你守護呢度，再岩崩啦，跟住水炮大隻守護 OK， 岩崩。唉，好难打啊呢、這个，我哋解啦呢、這个有，呢、這个咧呢、這个未解。闪耀队先前进就战胜我，我哋闪耀队系追求科技发展嘅组织，唔好谂住对战啊！如果你可以用知识力量战胜我，咁我就直接放行知识啊！哇，根据我哋对精灵分队嘅研究啊，呢、這个卡第九啊系小狗精灵。但其進化咧，鳳神尊其實係傳說精靈嚟喎，因為佢中國地區被稱之為傳說。是，回答正確。唉，順帶一提，雖然咧鳳神犬咧中國地區被稱之為傳說，但目前為止仲未人知道中國地區邊度，只係圖鑑上咁樣描述啫。唉，開門咩咧？你繼續前進啦。唉，輕鬆輕鬆。呢個係咩啊？答問題啊？飛狐片。好，精靈嘅分類通常同佢哋形象有關嘅。譬如貓油酒是貓油精靈，金魚是金魚精靈，大鱷是大鱷精靈，已經是電擊精靈，應該不電擊精靈啊？大鱷蟻點會是大鱷精靈啊？否先，哎呀，大鱷蟻是異獅精靈，啊唔係蟻獅啊，哎呀，而大鱷嘅精靈指嘅係小嘅我一家。诶，知识通过考验，啊，真系有大鳄，真系有小鳄，大鳄定小鳄，我系有个咁样嘅分类。OK， 闪耀队干部之一嘅巴拉又见面啦，虽然之前都系啲唔好嘅回忆。根据图鉴描述啊，电属性招式可以对印度象，印度象系咪初代里面有一只嘢系叫印度象啊？即系一个叫做花名，是系啦。呢、這个描述曾经出自于图鉴中的雷超嘅。顺带一提，印度象呢个名字出现唔止一次，虽然同冬虫夏草、中国呢类嘅名词一样，冇人知道系咩。我唔知呢啲系咩嚟，但我就系知道有机会否，我真系有机会试系啦。唔知道咩叫印度象哦？呢、這个系咪又系考个问题啊？好，黑雷二啊，今次咧唔单止系对战嘅考验啊，我成功率又上升。小灰怪同埋进化嘅大雨怪明明冇飞人属性，亦都冇漂浮特性，仲冇办法学到飞翔，冇降冇翅膀，但系可以学到降翼。降翼啊，应该得啩？佢竟然咁样问，系啦，真系得啊！顺带一提，发现小灰怪嘅合众地区咧，由于冇降翼嘅技能机，所以到卡洛斯地区先识飞，先识用降翼，系啦。估唔到你答啱咗，仲以为咧卡洛斯人先会注意到嘅知识，唉，又丢人啦，放你啦。OK， 好似有几都有啲难度。我睇下咧，你又咧蕴含咗几多能量？
欧云眼以矿物同埋宝石为食物，所以佢哋会主动攻击小碎钻。而芝麻绿沙中意化工嘅嘢，会掘宝石捕捉小碎钻带翻巢穴。当芝麻绿沙发现咧欧云眼攻击，会帮助欧云眼并平分智力分，一定唔系啦，系嘛？点会帮助？否。芝麻绿沙唔会帮手，佢哋会好嬲咁样袭击欧云眼。同我预测一样咧，充满强大嘅能量。哇！目前为止全对啊！仲有几多题啊？我系闪耀队干部之一嘅阿可碧啊，估唔到竟然嚟到呢度，等我回下你啊！喺加拿大地区新发现嘅双赖线，包括奇异色同埋超级极巨、超级巨形态，一共有72种形象。哇！喺真系包晒所有颜色，然之后再加极巨，再加超级巨嘅颜色啊！72种啊，系都唔出奇啊！其实佢本身细嗰只已经有几十种。哎呀，意思。携带唔同嘅糖色可以进化成唔同姿态，哎，通过啦。不过我都系相信我哋嘅首领会打败你，你真系强啊！可惜最后都系会输嘅。哇，到啦，光暴。富失洛斯奇，超难读个名，唯一男光暴，觉得太长可以叫我咧碧雷古。光暴都知啦，科学家嚟，冇咁强大战斗力，所以咧好好谈判，尽量避免对战啦。按照我哋首领嘅讲法咧，提供俾两条路你拣。呢度有两个掣，揀蓝色，你的痛苦旅途就会结束。你会瞓喺呢个床上醒来，过上普通人幸福的生活，冇痛苦的战斗，冇怨言的未来，有的是重要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快乐的生活。揀红色就是无尽的地狱，朋友、战友先会咧先你离去，啊，精灵会为你而牺牲，而你最后都会咧败给呢个烽烟。我只是根据科学合理推测你的未来，最后选择咧在于你自己。咁作出选择啦，系拣红色定拣蓝色啊？喂，我哋拣蓝色，呢度会炸咗个 save 噶，会炸咗个 save。我想拣蓝色噶，真男人杀过小碎钻精明界大马，我哋试下拣蓝色先。如果真系爆咗 save 啊，先再算啦。我要回归平常啦，我唔想再打啦。诶，选择作出咗正确选择啦。如果你拣咗蓝色嘅话咧，你就走啦。但我唔会允许噶，对抗我哋啊，要作证。停啦，低啦咋？哇，要真系，我试下搭另一边先。红色，如果系你愚蠢嘅选择，啊，不得不继续同我哋对抗啦。你会为呢个选择后悔。第二边，真系咪都要打啦？系嘛？睇见啦，等下先。上面妖精系妖精鬼，直接打落去啦，好冇咧？冇啦。虽然其实我觉得对面都冇乜攻击力，光墙先啦，跟住啲招光，月爆，反射壁，缩小，屌你有冇缩小噶？有啲唔对路啊你，缩小唔系冇命中计咩 ？Oh my god！ 灵魂冲击。宇宙力量，雷光龙有雷技，唔可以用鲤鱼龙，我一定要用翻个拉上场，龙头地主上场，翻个拉上场，翻个拉，我觉得佢应该打我唔死住嘅咁快 ，mega 地震，雷光龙扣好多，打十万复达。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用龙头地鼠出嚟，龙头地鼠用地震，呢个换做地狱。哇，会咁醒啊？对面即刻换重，仲要换两只识飞嘅，抛布欺诈，唔惊啦欺诈，抛布得打死一只就够啦。呢度我哋用收场之果打福英兰，呢度弹跳打呢只。翻个拉咗出嚟，残品冇击中喎，佢飞行有冇搞错？有冇搞错？你飞行冇击中？哎呀，我作嘅资深烧伤，尖攻啦咁，暴技点做？啊，飞行打中佢啊嘛，李如龙中。麻痹 ，nice， 做只女降龙，地震，呢度唔可以走，呢度要打埋佢。
诶 ，OK， 女个龙够我哋嘢快，搞掂。真系巨大力量啊，仿佛救世主一样。可惜最后都系我哋科学嘅力量。即使知道咧，俾你嘅推测未来，仲系要选择充满荆棘嘅道路。唉，我都想拣冇充满荆棘噶，我都想拣和平啊。但可惜你哋唔俾我和平。OK， 又搞掂。力量源源不断嘅力涌上嚟啊！去啦，啊你啦，风雨孤军试下呢个。 喷火陀超强极具，超强极限爆焰弹，系嚟自阿罗拉嘅二式招式，短时间只能发动一次，先谂办法降低呢次伤害。我心愿用球鱼啊，冇错，呢一个就系我哋强大力量啦。哇，又再又二式招式，唔使惊嘅，只要咧撑过呢个回合就 OK 啦。好机会，你仲有空闲咧喺战斗中分心啊！ 就趁而家啦，用咬碎攻击巨金怪。想住历代冠军咧，可能冇咁好对付，就翻嚟睇啊！估唔到咧，真系俾你咧偷袭成功啊！我就话啦，剩低嘅人咧一口气解决啦，两位青焰重大人。乜鬼嘢？呢个系咩啊？用岩队啊？似系。要我玩咗呢个咁嘅迷宫先啊！ 个迷宫去极都系同一个嚟嘅，呢度，跟住呢度，呢度，喺度啦，原来咁简单，原来咁简单，哎呀，毒系光场，反射壁，呢扎，哎呀，你有冇扣血？你有冇扣过血噶？夹唔夹？ 白海狮、士刀、神通力、冰浸、神通力、博士刀，哇，劲啊！加快啊！一个秒晒，光墙、灵魂冲击、文有火。 其实长毛巨魔都够用，都几够用长毛巨魔。翻噶啦，咩噶？唔分。尖梭，纯粹地震，够快，太快啦！对面啲黐线佬，地震。哇！而家个水流喷射争啲喷死我，系咪打完先收台啊？未知道。 古月鸟，古月鸟好似系，古月鸟系密宫啊，特工楼好似我记得，啊冲浪，哇 ，OK， 翻个拉啦都系，咬碎，个水流连破，水虫尖攻，迎头一击啊，先制技，分。 危险预知系嘛？呢只地震双倍木马，李鱼龙咬碎，哇！佢有粒突头盔，黐咗线，好拍档，迪珠霸反射兵，欺诈，啊！迪珠霸呢啲系。 比较低速嘅精灵，所以其实唔需要话太惊。对面嗰只都系低速型，对面都系低速型，大快过我啦，大快过我。翻个拉啦，都系帮个拉啦，我应该快过去嘅，我谂。太快啦！进攻冇中，剧毒保护啦，我啲 PP 冇晒啦，啊死啦！ 若丁鱼、死鱼龙、弹跳、铁面忍者、反射壁、欺诈，吼吼吼！接力棒，一个欺诈车咗，见到血，妖精，脱下忍者欺诈，我用嗰啲咩啊？潜行，加速。
其實好在佢呢一個嘅係佢呢一個嘅乜鬼嘢？佢呢個嘅 level 唔係好高嘅。如果佢100，你話一定唔夠打。依只依只啦都係。冇同人打個拉。水藍隊啊！果然嚟到呢度啊！可愛嘅小家伙，可憐嘅家伙，等我用新嘅力量咧試下啦。如果你贏咗咧，姐姐就幫你咧解除咗新機器。哇！呢個動作，光暴拳，對面都有長毛巨魔。喂，對面超極巨長毛巨魔，好平我呢個回合。先嚟個反射壁先啦，流星閃衝，反腳馬騮拉。反射壁拍落，得搞掂一隻先，跟住我哋用班格拉鲤鱼龙，其实都系鲤鱼龙啊，加倍阿妈先啊，唔系鲤鱼龙呢只灵魂冲击，其实冇欺诈都得呢只水炮呢只。冇击中啊，好嘢！屌冇击中啊！八六，班格拉啦，系手出班格拉嘅咩噶？地震呢度我哋用刺刀打啫，系啊！夹布阿妈竟然慢过班格拉。好，红豆地鼠，无蟹格斗系水格斗，岩斑收场之角，哎呀，一级收拳，紧要啊，有用地震啊，雷拳。哇！佢仲有只咩啊？佢呢只仲有只超级巨喺后面啊！输啦咁要，呢只要输啊！一招水击我死啦！黐线，好重嘅嗰下，反射壁都开唔到。A 炸呢只，啊唔系。灵魂冲击呢只，班格拉，你夹破人话，夹破人话唔用，轮枪咧，黐线，佢一开到技咧，我就即刻中咗急下降速度嗰个 buff， 嗰 debuff。太夸张啦！哇，龙头地鼠啊，啊唔系班格拉先，咩噶岩斌？应该打死嘅第一下啊，因为佢只马骝拉快过我咧，马骝拉一攻击我哋，然之后佢就触发到佢嗰个场地效果，即刻降咗我班格拉速度。无蟹仲有一巨钳蟹，呢度唔可以转你，一换即死，一定转得尖弓大只，欺诈大只，尖弓大只。哇，好在佢用嗰啲咩雷拳，我用嗰啲低能技。好在佢用啲低能技啫，之后直接地震啦，地震再加尖弓，啊震死一句劍埋，哎呀，劲醒啊对面，但唔紧要啊，我哋咁样弹跳，可以震死一句劍埋喺度，得，呢下中到个弹跳就 OK 啦喺度，呢度我哋直接开剑舞，啊因为要中下佢嗰个弹跳中到。暴性无蟹咧，咁就得啦。因为拳内心好似冇攻击技嘅，我印象中啊，啊剧毒你见到啦，咁佢冇剧毒嘅话就玩完啦。呢个时候我哋六号，
不能逃跑，再开剑魔啦，再龙魔啦，跟住下一弯一嘢打死佢，搞掂。幕后咧唔系咁简单啊，老大佢哋冇得咗前所未有嘅强大力量，我连佢哋究竟几强都冇办法判断啊，终于搞掂啦各位，都几难打啊真系。唔出情睇啊，呢个打咗啦，呢个打咗啦，真系争两个啦嘛，哇呢个乜鬼嘢？ 打呢个先，唔想打呢、這个，呢个先啦、啊。银河队员，你喺度夸咩啊？唔系、啊，你唔系我哋银河队嘅人、啊，点解你会有文王噶、啊？妖精系、啊，元爆，麻痹粉，黐线文王有血根，喐大龙头地鼠，三分，黐线冇喐到。 岩石金龙，冇中到，中啦！呢只应该要食啊！总之幾幻枪，王者之冠，总之幾幻枪，用夹环蛙去处理佢，冇中到，究竟有几多次冇中到啊？啲技有冇搞错啊？啲技，应该要有两个人。 唔系嘛？呢个要拣啊！知道，同命，咁啊，救佢啊嘛！知道，同命，知道，有啲唔惊同命，冇技噶，咪 Q。 搞掂，知道，疯狂士刀，37呢，原来得，佢专登又话，佢专登整到咁低呢，然之后再用同名嘅嘛，如果唔系我谂唔到理由，点解要咁低呢？搞掂，海胆，光墙，一出呢嘢应该玩完。 毒钉要开剑魔，呢只应该唔会快我嘅火焰，呢只又一血筋又死我要嘛？大爆炸，大爆炸系咩一回事？锁匙冇士刀，超能力啦，冇晒士刀。 呢个啊，今次错咗啦，反射平。呢只光墙咧，喷射火焰，跟住可以用地震出嚟。大后风啊，用错，翻紧嚟。 冇中到啊，尖高。OK， 地震，泰山压顶，红头地鼠地震，地震，大镬，有啲唔对路，唔对路啊，有啲，好似 B B 够打，试到，十支 pad 完蛋啦，哎呦，快啲！ 几耐其实呢个闯红火箭队真系，诶又系错呢条路，望佢啊，定系啱啊呢条路？点解会有超级巨啊？黐咪啱啊呢个，反射壁，铁壁，系咪啊？唔知啱定错呢度，铁壁。 哦，唔得啊！呢度要用啊，边个打？呢度用夹环蛙打，冇 save 啊 ，save 咗。等我先，一开头嗰只呢个好似唔系光暴嚟添，呢度要即刻缓冲，啊，即刻要引佢打，跟住我用水炮打一下先。
啊，唔可以俾只咁，唔可以俾只降海啊留低。之后李元龙喷火火即刻杀。你只咁嘅嘢即刻喷，咬碎。啊，呢个普通人嚟啫，佢唔系团长嚟，但系我都觉得好难打呢个。哇，唔系呢边啊！呢、這个嘛，系啊系啊，光暴。同咁多中国人，你同精灵之间嘅机会差唔多零啊，唔紧要啦，精灵只系战斗嘅工具嚟啊嘛，精灵只系战斗嘅工具。好嚟，光暴。银河队降暴之一碎星，你会有咩事？我谂你都唔会话冇啦。你系为咗呢个锁定器嘛？我嚟做你对手啦。赢咗我咧，我就解锁。我睇下佢咩能力先吓，好紧要嘅呢一样嘢。话冰队、啊，仲要系九尾冰队、啊。因为超级巨化嘅长毛巨魔关系，你嘅精灵就算喺紧张战斗当中都会感到昏昏欲睡。再强大招冇咁嘅行动，就系个靶。喂，唔系话，即系点啊？即系喐一阵就会即刻瞓觉啊？咁的确几难打喎、啊，要精系反射壁先啦，跟住降几大啊，打九尾应该要杀先。哇，低能即刻瞓咗，哇，第一弯就瞓，咁即系点啊？哇，玩完啦，改天嚟，第一弯就瞓着咗，白痴，做乜鬼嘢啊，尖弓。喂，咁冇喎，佢一飞兵咪玩晒，佢一飞兵，但系唔系我龙头你，唔系喎，佢飞兵咁咪死紧，佢呢度唔会飞兵啩，应该我打佢先喎，嗱守护，黐线咁都用飞兵啊对面，有病，哎呀代龙，系 mega 进化代龙啊，跟住用增强拳啊，逼牛。又瞓咗，啊基咗识瞓觉啊？点解龙头地鼠冇瞓嘅嘛？醒啦，醒龙头地鼠最后一弯啊！三步步打呢只，哦，动弹不得啊！如果唔系咧，都仲有得打。李如龙动弹不得，所以就无理出呢场应该输。其实运气问题啊，呢度系运气问题，运气问题呢一个。哎 ，OK OK， 今次嘅战局唔错啊！电磁波电落九尾度啦，哎，好烦，令到佢冇得攻击先，即系令到佢冇得喐下先呢度。我呢度班吉拉，跟住其实呢度直接换龙头地啊，唔系。咁唔係喎，應該龍頭地鼠先喎、哦，做錯咗嘢，做咗啲低能嘢，係、哎、又做咗啲低能嘢個位，究竟要打幾耐喎？究竟可以打幾耐咧？關好啦，我見到塞爾加爾歐瞓咗咧，我就可以唔使打啦，我覺得可以重新嚟過。揿咗弱起，我揿咗弱起啊！系 OK， 打到佢都 OK 啦，起码叫做有得打佢先，灵魂冲击。OK， 诶、欸，佢咁快出战完永远，咁我哋龙头地鼠咧，镇自己班吉赖。可能会死喎，阵子班阿赖，呢度出班阿赖，呢度落电磁波，电九尾，跟住四阵系啦，定岩崩咧？好似岩崩好啲，岩崩，孤立炸弹瞓咗，啊系佢一瞓佢即刻冇得喐噶，但唔紧要，呢度地震，地龙，哦哦 ，OK， 好呢、這个时候咧，我哋岩崩呢个洞，啊瀑布啊，千祈唔好俾佢喐，
啊，守护啊佢，双守护，哎，竟然唔系双守护，瞓晒啊，又再瞓晒各位，哎醒，一弯醒啊，夹好人吗？奇洛女鼠，南奔啦，继续水炮，守护完咗呢个南奔翻过嚟。哎，龙头地鼠麻痹，地震，地震冇咁够人吗？系，冇死住，好在冇死到。Last one， 收场之角，尖石攻击，守护，尖石攻击，打死佢，打死佢，搞掂。快快飞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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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搞掂！哎呀，太醒啦，真系强啦，都系比唔上你老大。自从开始咧，老大嘅实力已经强大到咧难以望啊，望佢个背脊。究竟期待，究竟坚持到几耐咧？唉，好期待。终于可以离开呢个鬼地方，黐线！好，你坚持住啊，唔好瞓啊，擘大只眼，坚持多只就得噶啦。落日你冇事就好啦，作为你。朱道俊乃见证者，相信你可以突破前路嘅障壁障。唔好讲呢个机智都系前辈刀啊！攞只位置照佢意识，千祈唔好俾佢晕啦！千祈唔好俾佢晕。我讲属性专家嚟啦。不过依家呢个状况咧，果然同呢个李拉推测一样，仲有平行时空嘅两人喺火箭兵团、彩虹火箭队。Okay， 我哋两个师太咧，彩虹火箭队真正首领，佢哋两个只不过失败者嚟啫。我哋来自中烟大地同埋始源之海嘅平行世界。我哋咧喺嗰两个时空咧击败咗屠鉴勇啊，即系同埋冠军嘅统治者。之后我哋咁嘅成功者咧，先可以称得上咧赤焰虫同埋水唔同嘅首领代号。跟住两个失败者，只会加上咧 O R A S 之类嘅含蓄代号。O、okay。 K， 当初一度放弃理想嘅我咧，就系、是、喺见识咗佢哋使用之后，再度燃起斗志。即系话其实佢哋而家有两个首领，两个火焰团嘅首领啦，两个水蓝队嘅首领。冇乜特別，但系你見佢個畫面其實都有兩個首領。OK， 睇啦呢度，好嘢啊！米可尼總算解決啲卒仔啦，我哋一齊政府啦，拜拜！使用煙幕，走得太快啦，快啲睇下格拉吉歐啊，準備治療，治療下呢邊啊，大佬。反射壁，流星閃衝。呢度最大問題就係呢度咧，如果用雙岩兵，佢龍王蠍會守嘅，應該兩隻都會守啊嘛。唔係喎，波克基斯冇守到，跟住就有紫羽劍出嚟。紫羽劍，紫羽劍應該用地震都殺得死。咁我哋試下咁樣睇下先。紫羽劍冇死，直接秒咗佢招炎人。跟住应该系出，咦？竟然唔出怪力啊！龙武先呢度，下弯紫羽剑用叶印，喂，会输喎呢度都，啊都会输。经过精密嘅计算系会输嘅，因为紫羽剑一斩落嚟，夹下阿妈死，阿雷多打李月龙啊，未死住，诶，竟然我快啲啊呢出，竟然我快啲。错啦，原来我快啲，啱个暴打怪嚟，地震，我赚啲，哎呀，唔同啊，我发啦咁又，啱个暴打呢只尖攻，完啦啩，单挑，睇下他中唔中，哦，保护咗，哇，咁醒嘅佢咁醒嘅，哇。仲可以做一冇咁咬碎咧呢度，完啦，搞掂。呢我都输咗，就算有咧新创造出嘅场地效果，竟然都系顶唔过嚟。好啦，按照约定咧解锁，不过你啲咁嘅实力咧，未足以抵抗我哋彩虹火箭啊，等住被毁灭啦。